如果说他自己说他已经证得须陀洹果了，诸位想想，他是不是真的真的？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有我吗？我这还在吗？哎，我证得须陀洹果了。他不是真的真的，真的真的无我了。从第一个出现就开始，他就无我了。以后就我证的什么果位，我证的什么菩萨，全是假的。哎，出现菩萨都无我了，你怎么还有我？你有我跟我一样凡夫，凡夫一个。出现位的菩萨没有成见了，没有成见，他就能恒顺众生。随喜功德，有成见，他不肯随顺呐。啊，总以为我比你看得清楚，我比你高明，你都要听我的。啊，这个傲慢的习气，啊，初心为菩萨都没有了。啊，再有一切邪知邪见，统统没有了。啊，初心是一念即信心，你看看这里所说的。心与理会理敏啊，绝了无疑，妙性纯真，恒诸中道。这一位菩萨、小菩萨，最起码的小菩萨啊，他没出六道轮回，他所证的果位跟小乘须陀洹相等，他三不退当中，他做得到第一个位不退，也就是说他决定不会退到凡夫位啊。他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，他在六道里头绝不堕三恶道，他是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呢，他就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，保证不堕三途啊。这是心与理敏，他破了见惑啊，大乘教上讲的三界88品见惑他断了，这才证的这个位次啊。啊，修行正果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啊，见思烦恼，他把见烦恼放下了，思惑还有啊，见烦恼放下了啊，所以他的心是真心啊，妙心纯真的啊，恒诸中道，这是刚刚看到中道啊，但是他不怀疑。经云：妙心常住，一切妄想灭尽无余，中道纯真，明月心性。啊，一切妄想是不是真的灭尽无余呢？四相讲是真的，理上讲还有非常浓厚的习气，习气不好断呐。啊，这一位菩萨，初心位的菩萨，《金刚经》里头说得很好，四相破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
须陀洹证得了。佛问弟子们呢，弟子们回答得很好啊。如果说他自己说他已经证得须陀洹果了，诸位想想他是不是真的真的？假的不是真的，为什么？他有我吗？我这还在吗？我真的须陀洹果了。他不是真的真的，真的真的无我了。从第一个出现就开始，他就无我了。以后说我证的什么果位，我证的什么菩萨，全是假的。出现菩萨都无我了，你怎么还有我？你有我跟我一样，凡夫一个。所以头一个他没有我了，我放下了，我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身不是我啊。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就好像衣服一样，衣服是我所有的，衣服不是我。那什么是我呢？我真有，我们都忘掉了，把假身当作我，真的我忘得一干二净。世间法说，你看人死了，死了有个灵魂，身有生死啊，灵魂没有生死啊。有生死的不是我，没有生死的那个生活啊，他去投胎去了，谁就投胎去了，灵魂就投胎去了，又去找个身体去了。找了个身体还不是我，他还是会有死的。有生死，死了之后再去找个身体。六道里头邪身受身呢，不知道干了多少遍了。身怎么是我呢？哪有这个懂道理呢？其实灵魂还不是真我。灵魂是迷惑颠倒啊，它一点都不灵啊。它觉悟了就不叫灵魂了。觉悟了叫灵性，灵性才真正是我，不生不灭了。灵魂是迷惑颠倒，迷了之后，灵魂出不了六道，所以他的活动空间是在六道当中。邪身受身，如果行善，三善道去受身；造恶呢，到三恶道去受身。三善道、三恶道都是自己业力变化成就的，没有人做主宰啊，这是佛法讲的好啊。佛法知道有天神、有地神、有鬼神，但是他们都是自己业力变现的，真正做主是自己，不是外头。是你的意念做主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是自己意念做主，不是阿弥陀佛做主啊！阿弥陀佛能做得了主，不是把我们全部都渡到极乐世界去了？漏一个他就不慈悲吗？他做不了主，谁做主呢？自己做主。所以佛菩萨劝我们，劝我们念佛，我们会念佛，不就自己做主吗？自己做主，他就来戒引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你看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到往生呢？我们自己是阿弥陀佛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这怎么能不往生呢？这决定往生嘛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我是我，永远往生不了。这个道理是一定要懂啊，要搞清楚搞明白啊。阿弥陀佛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，
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啊。你看中峰禅师这个三十七念法师的讲得多好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，这就对了啊。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，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融合成一体，这是这真正往生的道理啊！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不能有妄念，不能有坏念头。坏念头是自己在制造三恶道啊！把一些不善的念头通通丢掉，其念都是善念啊！与五能、五常、四维八德相应，这是善念。啊，在佛门里面，与十善、三规、五戒相应是善念。我们才晓得怎么叫修行，修些什么？啊，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定要跟善相应，不能跟恶相应。啊，虚陀洹实在是了不起啊！你看，没有身见啊，无我相了啊，没有对立啊，见惑第二个啊，见惑在教学当中佛用方便把它归纳成五条啊，第一个身见没有，他放下了啊，不再以为身是自己。第二个呢，边界。边界我们用最简单的话就是对立，绝对不跟人对立，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，对立的念头没有了，不跟事对立，不跟一切万物对立，不对立就是一体，天地万物跟我是一体啊，啊，这个他做到了。第三个成见放下了啊，见取见、戒取见都是成见啊，初心位的菩萨没有成见了，没有成见他就能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有成见他不肯随顺呐 啊总以为我比你看得清楚，我比你高明，你都要听我的啊，这个傲慢的习气啊，初心为菩萨都没有了啊，再有一切邪知邪见统统没有了啊，所以他破见惑，两种神通出现，天眼通、天耳通啊，初心为菩萨，他能看到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啊！你看看，只要把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断掉，我们的本能就恢复两样，天眼、天耳啊，修得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